无论是清洁寺院正门、大殿或宝藏馆，所到之处，大家集体创作，为一年一度的道场除旧布新各司其职。多伦多佛光山日前进行岁末出坡结缘大扫除，国际佛光会多伦多协会所属分会超过250多人发心服务。一年一度的这个除旧布新啊，出普坡，身体力行啊，能够帮助啊这个道场。佛光青年带着父母还有家庭中的小菩萨一起为道场整洁发心出力，也从工作中静心疗愈、征服真慧之外，集体护持加拿大多伦多这块人间净土。人间卫视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